我是千鸟，好久不见，我的麦克风终于修好了。这几天没有办法做新影片，就很闲的跑去把工业伺服器重开啦。这次的伺服器是 1.12 版，然后这是 Buildcraft 的 7.99 Alpha 电游系统的一个展示。这几天就把这个难搞的东西完成啦，稍微录一段运作的过程给大家看一下，觉得还挺酷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这个运作原理的话，就在下面帮我按个赞。这个影片突破15个赞，我就做另外一集讲解这一整个运作过程。那接下来就看机器表演。